Hello everyone, it's my birthday today. 我在等我的小伙伴，然后我们过会儿一起出去拿一下我的蛋糕，拿一下吃的。然后今天是叫了小姐妹在家里过生日，就过一个相对来说简单一点点的生日。闺蜜给我订的蛋糕，我来拿蛋糕。Oh my god, 我看到了什么？过生日的我被求婚了啊！我已经跟我男朋友走过了快要9年的日子，到今年8月份我们就要9周年了。也很感谢今天所有来到的我的闺蜜们，我所有的一切真的从天而降。我推开门的那一瞬间，我还以为说是生日的布置，当我看到后面的背景板上面写着 Marry Me 的时候，我真的手足无措，这一切来的都太不真实了。然后最后呢，我也想感谢一下我的朱先生，我的未婚夫，�些谢你在过去的8年半的时间里对我的照顾、陪伴、包容，还有你永远真挚不变的爱。你今天求婚的时候说希望我给你一个让你一辈子照顾我的机会，好的，我答应了。He proposed to me, and I said yes. 求婚成功！周周 stop it。 这里是坤坤呀，今天我在厨房，对，所以厨房杀手今天来就来尝试一下
网上的一些简单的颜值版的吃的，我到底做的怎么样。未必利用一下我的周周 sit down。 他最爱的 greenies 每天都会吃一个，对狗狗的那个牙齿有很好的帮助，贼喜欢吃，挺好吃的。你说什么？鸡翅。但这个面好难吃，这面真的太难吃了，让大家避雷了，以后就不用再买了。最近网上不是特别流行那个关晓彤用龙果加酸奶嘛，然后我就想说来试一下，然后我手里这个酸奶是0%的这种，也算是一个今天的减脂搭配，一个饭后水果。我买的是红火龙果，大概这样子把它切下来，红心的真的很甜，勺子然后从中间挖一个小洞就可以往里倒酸奶，少了25%的糖，每一杯只有100卡路里。可粉红色的酸奶超级有食欲的感觉，这个酸奶加上火龙果之后就会变得更甜，但它的甜又是那种水果的甜，这个也挺方便的，你又不需要碗，直接把它当做一个碗就好了。搭配起来的话我觉得真的很不错。看一下这个，其实我觉得这个算是一个减脂的酸奶里面我非常喜欢喝的，而且它的味道也不会跟正常的酸奶差太多，而且火龙果还有一个帮助排便的作用，里面纤维比较多的，这简直就是酸奶水果捞呀。你有尝过莲雾吗？它里面就是打开之后闻起来有一点像那种苹果，是第一次吃莲雾，水非常的嫩。洗澡，然后记得这个护发油，洗头发之前我都会把它涂在我的发际线，看到它现在就真的很油，然后就大概等一个15分钟左右。我今天准备敷这两个面膜，这个就是一个日本的品牌，非常非常的大罐，它这个就是可以美白紧致的，然后里面带有脐带血这样的一个功能，然后我是想把它一般会敷在我的脖子、全脸、全身，然后腿啊、小腿、大腿都是可以的。然后呢，今天想涂一个这个Course 家的这款，第二天就会整体让我的没有那么容易出油。
游，一日游。大无语事件，现在开不了我的车，同志们，搞不出来，完了，我的车钥匙没有电了、啊、好尴尬，我朋友进去帮我把车启动，你车钥匙给他了吗？在我手上，嗯，他没有洗、哦、我们现在到第二个公园了，但是呢我要跟大家说一下，我刚车差一点点就启动不了了，就是因为我只带了这个钥匙，我只带了这一块钥匙，我没有带那个上面的扣在一起的钥匙，所以说我差一点就开动不了车了，是我闺蜜从我车的后备箱翻进去的。然后我就要提醒一下大家，如果你要是出门的话呢，一定请记得把这个钥匙带带好，然后要随时检查一下你们的钥匙有没有电，不然的话就很尴尬。然后呢，如果你的钥匙真的拉不开门打不开的话，就可以试一下后备箱能不能进去。收到了另外一个中国人买的票，可以停到今天晚上10点钟的，他看我们在这里等，所以就把票给我们了，人好好呀。本来我们是从这条路来，要从这个地方然后出来的，但是因为这里有大雾，我们害怕，所以我们从这个小水沟这个地方直着跨过来的。哎呀哈喽大鹅们，他们从那边，就是我们看的那边走过来的吧？哦，是吧？我们刚刚就从这边走的，我们应该是从那边。不知道。对，那边。但是我们现在为了找路，真的走了好长时间，都还没有看到路。然后这是一条一望无际的公路，而且这条路上真的很多那种小飞虫，嗯，锻炼达标了今天。我们应该是把鹿群彻底错过了，因为我们在后面这边拍了好多张照片，然后呢就彻底把鹿群错过了，就这样吧。我们今天要做一个情侣默契大挑战，我们今年第几年了，第9年吧的情侣关系、嗯、看一下能不能猜到彼此说的是什么。明天吃什么？不知道。不知道。那你想吧。你不说。你不说。喝完了吗？喝完了，帮我扔了。那你我的生日礼物你准备好了吗？不知道。啊你今天吃饱了吗？没有。没吃饱。你想吃麦当劳吗？想。你觉得自己胖吗？不胖。我这两天有没有在饮食上虐待你？没有。没有。你后面放那么多衣服你要干嘛的？我还要穿。为什么在家帽子没洗头？干啥呢？我要吃水果。还剩最后一个了，能不能？你帮我洗。那你能帮我洗吗？可以。好了，就这样了。这里是坤坤呀，我们下一期再见啦。